这是啥呀，马哥？这是保时捷劈腿了还是宾利出轨了？啥玩意儿？保时捷的脸，宾利的屁股，哥们儿，我俩玩武魂融合技呢，这不小米速七吗？我真服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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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号咋还老一颗星一颗星的涨啊？走，走，走，我真死啊！我这次51.34，你要再给我涨一颗星，我不信了，不信！哥们儿，你这150，我就问你们刚不刚他一下，行不行？这150咱点了，就点34，看他怎么个事儿，行不行？兄弟们，行打个行，就直接153干3次，我看你再涨一颗星，你再涨一颗星，我看看，再涨一颗星，我看看，再涨一颗星，哇！我充了1300块钱，我600多块钱花没了，碎了！哎哎，我700块钱我就买了一套背包，兄弟们，一颗星，来再找一颗星，一颗星，一颗星，今天强攻不成，必须得智取了。这次51，根据我多年跟马化腾做斗争，根据我多年对他的了解，知道吧？我连他裤衩都知道穿啥色的。这次51必须涨2颗星，兄弟们，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了解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要死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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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服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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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，好好碎了，兄弟们，哎，转，使点劲儿行吗？转，转。每次都差一个，好，来感觉了，兄弟们，好，很润，好，这次咱们可以保了，没事儿，51点一下子，这得2颗星了吧？2颗星，这把不是2颗星，真的，我脑袋嘎下来镶脚丫子上，3颗星，1300块钱一个车币没有。把那氧气罐给我拿来，我要缺氧了。倘若这次51再涨一颗星，真的，我拉黑你啊！我拉。我操！哎，转，又差一个。不是，哥们儿，你要是说转这个轮盘失败，你差几个我都忍了。把给我隔一个是吧？把给我隔一个是吧？这是啥玩法呀？哎，对了，这把没有失败的理由了，兄弟们，这把没有失败的理由了，你们听好，你们给我又差一个。我想问问，这是干啥呀？6块钱啪啪涨3个，几百点一颗星不涨，你们能告诉我这是要干啥吗？马化腾，这是我最后充的2块钱，你听见了吗？出不了我卸载游戏，出不了我退游，出不了以后我去打王者荣耀、打 CSGO， 我不可能再玩和平精英了。该成了吧，普追。完了，这个转速应该是没了。好 ，OK， 又差一个。我今天我抽车币给我抽迷茫了，都我整不会了，你看看又这么整，我不可能再普追了，走，2颗星，涨一颗星整死你，3颗星，2颗星，3颗星，2颗星，2颗星，2颗星。我一说退游，该说不说的，兄弟们，那马化腾不得从那办公椅上就直接下下来呀、啊，一屁股坐地上了，什么情况？马哥，小弟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剩下这点币子，再给我出个车币好使吗？大白想再出个车币，你得用极速201方法。
二零一减一九得多少啊，兄弟们？我再充个100块钱就够了吧？128，我充了2000多块钱，我2600块钱出一个车币啊！我2600出了一个车币。没事，兄弟们，一切都是最好的铺垫。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歪歪看着信来看。啊，自己拿手机看的，把老婆也叫来看，把你父母都叫来看，把你七大姑八大姑都叫来看。接下来我给你们展示的是整个和平抽车界最巅峰的一种抽法，极速201。这种抽法在传说中是以光速以车币限之，在你们肉眼不可及之时，车币已经来到了我的库里，兄弟们。接下来我将给你们展示一下和平精英巅峰手速。你们绝对看不到这么快的速度，我希望你们打开慢放，不然你们捕捉不到我的灵敏。走，快不快？这个游戏的 UI 界面就是为我设定的，兄弟们，你们没感觉抽车币这个 UI 界面弹得更快了吗？我今天让你们见一见，好，极速的201，漂亮，兄弟们，漂亮，很帅 ，OK。现在只是给一会儿的爆发做的铺垫，现在气氛有点凝固，三星来了，碎的没关系 ，OK，OK， 兄弟们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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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哇，没事，兄弟们 ，OK， 很 OK， 非常 OK， 非常 OK， 很 OK。很 OK， 我本来有8000多碎片，抽了一个车币，我又花了3000多碎片，相当于我这套军需花了6000块钱抽出来的，这还没换全呢。这一套整完之后，抵12000，按照我这个概率，12000都不够，聊机20000。